上要见到小沈啦！啊啊啊啊啊！150米后向右转。我率先抵达沙坡尾，我现在等小沈过来，然后我给他，不是给他，准确说是给敦敦带了好喝的清补凉，就是我超级喜欢吃的那一家。今天下午天气超级好。听狗。绕了一整圈，一大圈，现在要走路回酒店。对。小沈上班了，我也要去上班了。明星真好看呀！哎呦喂呀！拜拜拜拜。